我是許思敏啊，群姐啊 ，Isabella 啊，我今天上嚟生活台玩呢个真心话大挑机。群姐今次的挑战就是做一个 rapper， 即刻睇下佢 rap 成点啦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7, 6, 5, 4, 3, 2, 1. 思敏嘅角色名就系 Isabella， 群姐嘅工作一般是斟水同斟茶，边个同我 friend？ 而家就等我话你知。林淑敏大小姐可以话同我最啱嘅。你问我个嗜好，我谂都应该系唱歌。无论平后之后，听过就实叫 encore。呢一次嘅 rap 系我嘅新尝试，听完就俾俾意见，讲你哋中意唔中意。30年嚟嘅工作就系演戏同演戏，大银幕、电视机，有得演出我就有机。我的观众就系线王，未必一定记得你。你叫我沟片王后，定系网络嘅女神？我就系群姐嘅真身，我叫许思敏。